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之前，首先我要分享一个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故事。注意，这并不是我有个朋友的故事，这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故事。那时候 Fantex 的 Evo LV Shift 刚刚上市，而且上市之初只有玻璃车头的版本，于是我那个朋友，咱们就先管他叫 X 君吧。X 君屁颠屁颠的装了一台 Shift 的整机，为了玩吃鸡。要知道17年的时候 PC 版吃鸡的火爆，玩这个游戏的玩家谁没为这个游戏至少装过一台新 PC 呢？装完之后，也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噩梦到来之时，起初是风冷版的 CPU 散热器，显卡嘛必然而来也是原装散热器。好了，上海的秋老虎，反正我记得那个时候队里四个人，这哥们玩着玩着就他妈人不动了。大家能理解人不动是什么概念吗？几分钟内回来还能继续动那是万幸，拼枪的时候突然不动，那就不是简单能不能重新连线的问题了。后来发现不断重启是因为整机系统过热。好了，我有数了，隔离把900机器捏的技术分体死了啊，帮我苦了。我朋友这样牛逼哄哄地说道。过了没多久，大概一周左右吧，分体水冷化的 Shift 回来了。的确分体水冷后的散热得到了加强，人不动也从原来的大概30分钟延长到了45分钟。瞧这钱花的，让一个男人从30分钟延长到了45分钟，我们作为朋友又怎能否认他那钱砸的不值得呢？最终无奈的他只能长期打开侧板以解决散热这个问题。还别说，没有了侧头玻璃的闷罐效应，至少他从此能像个正常游戏玩家那样一直动下去了。于是没多久 Fantex 推出了 Shift Air， 也就是将左右两块密不透风的玻璃侧板网布化的版本。唉，不知道当时 X 君心里有多少匹那什么马在奔腾，肯定不会少吧。故事说完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 Evo LV Shift 2了。 Fantex 一共送来了闷罐，哦不对，不好意思说错了，是普通玻璃车透以及网布的 Air 两款，其中两款机箱均有黑和灰两色可选，强烈推荐 Fantex 的这个灰色，该品牌旗下几乎所有机箱都有这个灰色可选，很有质感，也终于可以不用再让机箱一直在黑不溜秋下去了。 Shift 这次二代的更多变化是在细节上，例如显卡插槽位对于显卡的兼容性更好了，机箱背面面板的开孔对于散热帮助更大了，将 USB 接口从机箱侧面转移到了正面底部等等。当然初看还是 Shift 一代的那个造型，好在这个频道开播以来并没有为大家介绍过 Shift， 而我自身又非常喜欢 Shift 的造型和设计，这种细细长长将机箱立体空间化，从而不占用桌面平面空间的机箱，说实话我都很喜欢。于是只要有机会有新品能为大家拍一期视频，当然不能错过也不想错过。 Shift 的前后左右面板都可以徒手拆卸，打开机箱的顶盖徒手拧松防掉螺丝，再将面板上上一提， Fantex 在这些量产机箱的机构件上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装机的配件选择一直以来都是 Shift 最要命的地方，受制于 Shift 的架构和内部空间的限制，虽然看上去 Shift 的这里那里还有底部都能安装12或14厘米的风扇，但其实可以兼容的一体水冷只有120规格，想要兼容240或280一体水冷的玩家们， Shift 还有个 X 版，只是那个细成电线杆子般的造型嘛，落地摆放或许还是不错的，这个嘛下次一定。于是问题来了，那个唯一可以安装120一体水冷到底是给 CPU 呢还是 GPU？ 废话，当然是给 CPU 了，不然那丁点的风冷 CPU 散热器高度想要压得住的 CPU 怎么对得起拥有一体水冷散热器的高端显卡呢？所以配置上如果大家选择侧透的 Shift 2， 请一定避开旗舰规格的硬件，尽量选择终端配置，而如果是 AR 版的网布侧板让我试试看，我心里也没那什么数的，让我们一起试完就知道结果了。 CPU 是最近农企官方涨价了的 5950X，GPU 是发布至今沦为空气的6800，没有 XT。 为什么没有 XT 呢？其实细心的玩家可能注意到了 6800XT 的厚度为 2.5 个 PCI 插槽，而6800就正好是两个，于是考虑日后为大家装机演示的兼容性，毅然而然选择了6800。至于性能上的差距，抢得到都好，抢不到统统都是空气。
整个安装的过程并没有太大的难度，只是小小的内部空间为走线和理线带来了一定的麻烦，特别是电源线的整理。哦对了，如果你的一体水冷风扇放在了冷排的最外侧，那很容易就会和紧挨着风扇的电源线触碰，所以强烈建议将风扇安置在机箱和冷排的中间，通过华硕主板控制软件将转速手动恒定在1000转，另外那枚机箱自带的14厘米风扇手动设定在800转，至于机箱底部的风扇位，无视吧，真不觉得有什么意义。待机和烤机我们分别对比了玻璃侧透面板和网布面板，结果发现以上海现在的冬季气温，无论是玻璃还是网布面板，双烤机都能顺利通过。但等到了夏天，还记得 X 君的那个故事吗？ Shift R 并没有在散热的架构上有任何实质性的优化和改变，所以千万不要妄想着旗舰配置能在夏季使用安逸。液压板才是 Shift 值得为大家推荐的型号，那从薄薄网布细小的缝隙中透露出来的微光若隐若现，相比直接暴露无遗的侧透面板更内敛、更勾人、更加销魂。这已经不再是散热好与差的问题了，从美感和设计感上，如今市面上千篇一律的玻璃侧板难道大家还没有腻味吗？至于实测的噪音数据，因为玻璃的确可以明显阻挡噪音由内而外的散播，所以数据看上去低了不少，但主要是噪音仪摆放位置的缘故，实际人耳针对两种面板的噪音控制感觉上八九不离十，毕竟这本来就不是一台密不透风主打静音的机箱。好的装机视频开头带来了视野，三年前刚看到 Shift 的时候就被那眼前一亮的造型所深深吸引，抛开单方面我主观上的赏识， Shift 的散热并不优秀，拓展性也非常一般，甚至内部结构的优化也只是空间上的不浪费，因此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 Shift 这个系列的耐人寻味之处。在我看来，隐藏的 IO 面板线缆、立体桌面空间的利用、简单易于维护的防尘，以上这些种种细节注定了 Shift 只会是那群小众玩家群体里的心头好。 PC DIY 可以有很多个反反复复架构区别不大的 A4 ITX 机箱，但其实 Shift 这样独树一帜、个性十足的产品才是让我们 PC DIY 锦上添花、与众不同的魅力体现。喜欢与否、购买与否并不重要，事实上除了我那个 X 君朋友，我就没见过身边还有谁用过这台箱子，但如果你我都享受着 PC DIY 并且乐在其中的话，我们应该认可 Fantex 最初类似 Shift 这类未必较好但注定不会叫做的产品的魄力。我们的 PC DIY 因为这类产品的存在，才让我们的桌面 PC 焕发别样的光彩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期终于要体验分体水冷了，有点小紧张，但也一切顺顺利利，尽早和大家见面吧。不说了，我要去继续弯管子了，大家回见。